么歌？啊，太想念唱过了。啥歌？比太想念带还有大家愿意那首歌都磕巴了。是什么歌呢？九十九对吗？九十九步退一步送给大家可以吗？要九十九步退一步送给大家。那个耳麦给我呀。DJ 版的那个。V加一那个第二个对。太想念唱过了家人们。太想念唱过了。还唱太想念别想了。我想啥呀来开始吧。不要这个。我再也不要做舔狗了。我们好聚好散吧。我能走九十九步去爱你，也能后退一步就放弃。感情我隔着一颗心的距离，跨越不了就别浪费鼓励。Come on， 对这段感情做的分析。练五星歌，一时间装不同也结局。一路为你撑伞，我却淋雨。你说当然是你的逻辑，为这段情我已尽全力，你却不敌我万分之一。继续经营只会一败涂地，及时止损是我的转机。我能走九十九步去爱你，也能后退一步就放弃。任何关系需要双方去维系，靠一方根本无法继续。我能走九十九步去爱你，也能后退一步就放弃。感情我隔着一颗心的距离，跨越不了就别浪费福利。好听吗？来嗨起来。来咱们把死去的观众给一点。为这段情我已尽全力，你却不敌我万分之一。继续经营只会一败涂地，及时止损是我的专辑。1 2 3 go， 我能走九十九步去爱你，也能后退一步就放弃。任何关系需要双方去维系，靠一方根本无法继续。我能走九十九步去爱你，也能后退一步就放弃。感情若隔着一颗心的距离，跨越不了就别浪费鼓励。一起来好吗？谢谢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来，咱们把思琪的关注点一点。十七关就在榜几？来，家人们，我在榜十五是吗？榜十五，喜欢思琪的家人们，来自东北的姑娘，喜欢思琪的所有的好朋友，给榜十五的思琪点点关注吗？谢谢。来，榜十五的思琪点点关注。接下来，来我们唱一首《听闻远方有你》吧，屯屯来，好不好？屯屯来，我们俩要唱一首《听闻远方有你》的 DJ 版，来送给大家。只为你，怎么唱的这是？哟，我可以喜欢你，但不一定能跟你在一起。吹，找不到调。吹过的风，像散不散相拥。我走过你走过的路，这散不散相逢。远方有你，东身马舍千里，寄出沿途的风景，还带着你的呼吸，真的难以忘记。
消息，陪你走过南北都行，相随永无别离。可不可以爱你，我从来不曾歇息，像风走那万里，不问归期。我去过你吹过的风，这算不算相拥？我走过你走过的路，这算不算相逢？我还是那么喜欢你，想与你到白头。我还是一样喜欢你，只为没有了，没有了，没有了，没有了。来，小公主在榜几？在这儿，榜21。谢谢大家，我在榜22，榜22的屯屯点点关注，谢谢。好，榜22的屯屯子点点关注喽！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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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，我来一首吧，我也来一首，来一首什么歌呢？我们来。等一下让文静再来一首的楼来啊，我们这样吧，提笔忘情你会吗？来吧，那长燕妹来，嗯，提笔忘情还有什么歌？来，屯屯快120万了吗？啊，快120万粉丝了吗？没有吧，还差好几万呢，还差好几万呢。那我要去一趟户外，不又给你整上去了。不带屯屯去了，不带屯屯去了，好不好？我们去户外不带他了啊。来，我们来一首，提笔忘情，就第二个啊。思琪来吧，我们四个一起来一首提笔忘情。主的关注点一点，来好久没有来我直播间的茶叶妹啊。大家好，我叫茶叶妹，我来自贵州，我在榜九，家人们记得瞄准榜九点点关注，谢谢大家。榜九的茶叶妹，大家好，我叫思琪，来自东北啊，在榜17，每天下午5:30为大家户外，榜17的关注思琪点一点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谢谢大家，我叫屯屯，我在榜十八的屯屯点点关注啊，就你啊，榜十八的屯屯点点关注，来，他们都点点关注，来，接下来可能很多人说啊，文静刚刚还没唱我的楼兰，是不是？还想听我的楼兰吗？我的楼兰还想听不咯？听不咯？想不想听呢？喜欢彤彤，喜欢彤彤，你是彤彤啊，彤彤啊，思琪168，思琪168啥意思啊？感觉彤彤，感觉彤彤好嗨呀、啊，彤彤啊啊，你168，我1.68米大，他1.68米，我1.8米。哇，思琪你1.68米。来，谢谢奋斗不止啊，感谢，来，好，点点关注啊。接下来我们来一首我的楼兰好不好？哎，我喊不出来了，这个麦克风有问题，喊不出来，怎么啊，这个麦克风喊不出来，真的啊。来，有请文静上场。谢谢力王爷，一首我的楼兰，来，静下心来，我们来听这首我的楼兰。
想问姻缘借那一根曲线，风前披风为你御寒。用肺腑去触摸你的灵魂，我就在那只火炉边取暖。想问姻缘借那一根红线，生脉生命血脉相连。用丝绸去轮擦你的肌肤，我就在那只火炉边取暖。你总是随手把印章插在太阳上面，万道光芒蓬松着你长发的波澜。我闻见芬芳跋涉着无限远，只为看清你的容颜。你总不小心把倩影靠在月亮上面，望清月光舞动着你妖媚的梦幻。我闻见芬芳跋涉着无限远，只为看清你的容颜。谁与美人共余生，何苦为天地？谁与美人共枕夕阳，未说出我是你的真爱，当你却是我的楼兰。同事谢，好不好听？来，咱们吧。谢谢大家。咱们文俊啊，我们的高音小天后，咱们彩虹糖的高音小天后文静的关注来点一点，来文静在榜起看一下啊。是你春风，哎呀，突然间觉得这个怎么这么好看了？不是，画面好清楚啊，看到没有？刚刚不清楚，来，在榜几啊？榜二十，榜二十的文静来。高音小天后的关注点一点。大家好，我文静啊，大家喜欢听高音的啊，可以点点我的关注，我在榜二十。好，榜二十文静的关注走一走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、谢谢。接下来我们再来选首什么歌呢？今天我们播到十点钟吧，好不好？哎，你干嘛？攻下米会了吗？是攻下米。拱下米也不会，拱下米也不会，轻轻松松就唱上去呢，是不是？阴阳啊，我什么什么意思啊？哦，轻轻松松就唱上去呢，我不是说我说他，我知道吗？屯屯来一首《五月里的小雨》，《五月里的小雨》是什么歌啊，家人们？我不知道呢。屯子掉榜了，来一首这样子吧，大家来一首老歌吧，你们两个一起来好不好？两个一起来一首老歌行不行？老歌谁会唱老歌？两个啊，你们两个一起来，你们自己组队啊，好不好？两个一起组队，我来一首好不好？我来一首什么歌呢？谢谢一哥币，感谢。一哥币点点关注啊，好不好？不想听歌了，好，不想听歌呢吗？不想听歌，那我们要么坐着，那唱一下歌吧，来坐一下，来坐着，来屯子，来坐。哎呀，还有吗？不是，我不坐这么高的，来，我们来坐，来坐，
来，我们不唱歌了，我们坐着唱一首抒情歌好不好？来来坐，来，你们都坐后面啊，就我们几个人，没有其他。哦，不是哦，我忘记了，还有那个谁要跳舞。来，接下来这样子好不好？我们有请 Annie 再给我们来一个舞啊！刚刚她今天上刚刚上半场的衣服没选好，我让她换了一件衣服，再给大家来一个舞蹈，然后我们就坐下来聊聊天，唱些抒情歌，好不好？后面换一个什么背景来，看看她换一个什么背景啊？我们坐着唱好不好？谢谢一哥币啊，感谢啊，点点关注啊，家人们，谢谢远方与玫瑰啊，感谢来，Annie 跳一个什么舞啊？我们跳个什么舞啊？哎，刚刚那个很合适，那个红色的，往前往前往前，这个是不是？这个很好看，来，欢迎乌哥。有你，我的家人和兄弟，今夜晚。怎么看到雾哥有一种看到亲人的感觉，不知道是什么，有没有啊？看到雾哥有没有？来，谢谢雾哥，谢谢，谢谢雾哥。好，接下来呢，这样子啊，我们来有请 Annie 给我们来一个舞蹈哈、啊，换了一件很好看的衣服啊，什么舞、啊？尖子呀，好久不见啊！尖子呀，好久不见，就是上次转身那个。他说什么？我没听懂。姜子牙来，有请！哎，你来一个舞蹈，姜子牙，谢谢我五哥。姜子牙，好久不见。你这个衣服才好看呢，刚刚那个不好看啊，是不是？王导的眼睛看花了，王导、啊、来，咱们给 Annie 点点关注，再帮你看一下榜十一的 Annie。 来， Annie 其实来我们公司来到很久了哈，是不是？对对对，来真的刚开始咱们公司去年下半年嘛，去年下半年的上半年的时候吧就来了啊！哎，你来我们公司也是三月份哦，去年三月份就来到我们公司了，所以真的算我们元老了啊！对，这一年也看到你真的是进步了很多啊，是不是？感觉他进步了很多。来，咱们一起把安妮的关注再点一点，特别努力的一个小姑娘啊，看看她真的特别努力。来，榜十一，安妮点点关注，谢谢大家。我是安妮，我来自湖南跳舞的安妮。大家要是喜欢安妮的话，可以左上角给安妮点点关注。然后我也在学习唱歌，谢谢大家。啊、他们说你长得像刘涛哎、啊，说你长得像刘涛老师啊！天哪，刘涛挺好的，刘涛老师多少气质啊，对不对？来榜十的 Annie， 咱们再给他点点关注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好，来我们坐一会儿吧，好不好？来，我们所有人坐一会儿啊，来坐，不跳了，宝宝们，不跳了，后面背景换一下。
后面背景换一下，哎，好不好？不跳了，就刚刚那个，用那个背景，就是刚刚上一次我说很好的那个很简单的那个背景啊，跳一个青蛇啊。你们想要看他跳什么舞，你们可以点点他的关注，然后去到他直播间看他跳，好不好？因为其实我这个地方呢不太适合跳舞，我这个场景不太适合跳舞，没有那种好看的灯光啊，所以呢我们也在弄自己的直播间，还没弄好呢。哎，唐毅真的是，音乐关一下。大，哎呀我天哪，大家看了唐毅是觉得，看了唐毅是觉得，哎呀，3000多万的网红一定很厉害的团队，但是我跟你们说到2年多了，我们都没有一个像样的直播间，你说我们现在还没有一个像样的直播间，现在还挤到这个角落里面在直播啊，但是我们这个应该很快可以把自己的直播间弄好啊，好不好？看不到你啊，你坐到后面搞个高凳子坐嘛啊，来，那里有个凳子，那里有个凳子啊，我们坐一下高凳子啊，好不好？来，我们来唱一些歌吧，唱一些抒情歌。什么时候把舞台弄好？舞台还没确定下来，不知道在哪里了，家人们啊，好不好？没事，咱们靠内容，咱们靠内容撑起来，我不靠硬件，靠内容，好不好？啊，其实靠什么内容？就是看脸呢，靠脸。这是这个队形是什么样子的？这个队形啊，这个队形可以吗？这个队形啊，家人们，可以吗？很舒服哎，是不是？屯屯母女，母女啊，什么母女啊，你真的是妈妈头发。来放点小音乐好不好，放点抒情的小音乐啊，想听什么歌来告诉我。纯纯跳舞很好看，纯纯是谁啊？纯纯屯屯，你这个名字能不能改一下呢？那不知道你是什么屯屯啊，纯纯啊，彤彤啊，啊，是不是？来，我们搞点小音乐的背景，好不好？好干，好干呢！幼儿园开会了，家人们，幼儿园开会了。哎，好想抱住你哦！我们在干嘛呢？身上裤子有没有链接？没有。来跟大家直播间14万人说一下，5月15号的中午1点是我们的一个520的一个宠粉日啊，所以呢，想要买一些生活用品的啊，需要买一些东西的，咱们可以5月15号的中午1点来我的直播间啊！谢谢我乌哥，谢谢华子哥，全部把他们上小黄车好不好？全部上小黄车，谁先来先到先得，好不好啊？来，我们来唱一个什么歌呢？唱一个、哇，今天我们好厉害哟、哦，又拿下了人气榜第一名啊，变成了大红色呢、哦。后面那个兄弟啊、嗯，后面那个兄弟孤零零的坐在后面，还是被模糊掉了，被模糊掉的兄弟啊，模糊掉的兄弟没办法，照不到他。谢谢一哥币啊，感谢啊，上门授课，授什么课啊？我还跟别人学呢啊。八童叫回来，为什么叫回来？人家八童在播的好好的，叫回来干嘛啦？是不是？上次买了大米还想买，大米好像没有啊，有吗？这次忘记了。屯屯跳舞很灵动。什么时候去户外？下周16号去户外。下周16号呢，我们会去常德做户外啊，好不好？跟大家说一下，谢谢新民哥。我们呢，户外现在还是一直会有对接的啊。户外还是我们的主要的那个啥直播内容啊。啊，唱首什么歌呢？我们谁会唱《一剪梅》？我会。还有谁会唱？吧，谢谢星云哥啊、哦，是，思琪家闹闹闹挺会说，是吗？你妹妹啊？哦，妹妹啊、哦，我们唱一个抒情歌吧，放个抒情歌。直播间在哪个城市？直播间应该会放在长沙啊、哦，放在长沙。常德哪里？现在不告诉你们，好不好？先不告诉你们哦，常德哪里啊？那告诉你们，我该告诉你们的时候一定会告诉你们的，所以，嘘，我们来一首老歌，但是我想不起来什么歌，我想有个家好不好？谁会唱我想有个家？好，来来来，不会唱的去看着，我想有个家，来。嗯，不会唱，把话筒给别人会唱的，来，谢谢三妹，感谢，我们来一首《我想有个家》，好不好？屯屯都在说你呢，怎么？
你把你的你太打眼了，你跟我过来，戴上面具，戴上面具，来留洋户外。我一般不去随便乱七八，不是，我不会随便去户外。我们要户外一定要是有那个什么的啊，我们一定要有那个，这给你，干嘛？那这个给谁呢？这给腾腾戴上好不好？这个腾腾戴上好不好？那头发。这个腿臀戴上行不行？把他脸遮住了，不行不行，你戴这个红的合适你，快点戴着，不行不行，就给你戴红色红色红色。你阻止不了他，那是干啥呢？臀臀上架，给他做一个小玩偶，给臀臀做个小玩偶，天天捏他的脸这样。他脸这样，来臀臀来了，臀臀。轮船来了，这是谁？你们猜这是谁？我想有个家，我想有个家是谁的？看看我们唱一首《我想有个家》。原版，对对对，是不是很高原版？来，你不唱的时候你带着吧，好不好？哎，你不要不要面具，不要啊，不要，给我带。带这个，哎，不是还有吗？这个一人有一个的啊，有很多四个的啊，给他们带来。我想有个家来，原版来。我想有个家送给大家，有我的美颜，有有，好丑好丑，王达我的美颜，你真的是，面具给我吧。想想有个家，一个不需要华丽的地方，在我疲倦的时候我会想到他。我想要有个家，一个不需要多大的地方，在我受惊吓的时候我才不会害怕。谁不会想要家，可是就有人没有他，人生无缺眼泪只能自己轻轻擦。好羡慕他受伤后可以回家，而我只能孤独地寻找我的家。虽然我不曾有温暖的家，但是我也要渐渐地长大。只要心中充满爱，就会被关怀。无法埋怨谁，一切只能够自己。家什么都不缺，为何看不见你露出笑脸？永远都说没有爱，整天不回家。相同的年纪，不同的心灵，让我拥有一个家。彩虹团就是我们的家，谢谢大家。一首我想要个家送给大家，然后也送给，也谢谢雾哥啊，感谢我华子哥，华子哥就是要画华子哦，说华子，来个华子，来个华子，华子哥，哥哥，真的是啊，来什么给我老公唱，什么意思啊？给你老公唱啊？谁啊？老公谁呀、啊？来，我们唱一首大家会唱的歌吧，好不好？唱一首大家都会唱的。感谢有你啊！我的歌，他们不会唱我的歌吧？好不好？我不会。来唱一首我的歌，不会来给我，来不会的来拿走。唐毅走不了多远啊！是的，我走不了多远，走不了多远，我是要死了吗？我走不了多远啊！来一首我的歌送给大家。屯屯先上吧。
小时候听过一首歌，这首歌叫浏阳河，陪我长大的山沟沟，那里住着我的梦。我向往蔚蓝的天空，所以离开妈妈的手，带着希望和冲动，一个人茫然的走。我是勤勤恳恳大大咧咧，对谁都没要求，内心温柔，不要问我身在哪里住在哪里，反正你是我的朋友，不要管我说些什么做些什么，反正我会给你快乐，不管天黑天亮天亮天黑，我一直都在为你们唱歌。乡里妹子经常来，大山去郊游常开，上船去跑下船台，何不嫁到我村里来。乡里妹子经常来，大山去郊游常开，上船去跑下船台，何不嫁到我村里来。谁来？我。长大后我想唱首歌，这首歌叫我的歌，痛的时候不想开口，自己眼泪不随便流，某天我会被谁感动，那个人就在我左右，我懂得要努力奋斗，你力总是他总会有。大大咧咧对谁都没要求，内心温柔，你不要问我身在哪里住在哪里，反正你是我的朋友，不要管我说些什么做些什么，反正我会给你快乐，不管天亮天亮天亮天黑，我一直都在为你们唱歌。像藤蔓残梦出过在天涯，月落自归歇，满地伤心花，一起唱歌，唱出我们的快乐，跟着我来唱这首我的歌，忘掉那烦恼忧愁。我在唱啥，一起来，一起唱歌，唱出我们的快乐，跟着我来唱这首我的歌，忘掉烦恼忧愁。好听吗？哎呀，刚刚就应该让他唱，你怎么不说你会唱？刚刚那个真的美颜全部掉了，人太多了，人一多的话我们的美颜全部掉了，看到没有，那脸超大一个，真的是脸有这么大吗？我天，难看，这个相机你只要一掉美颜了比本人都难看，真的比本人大好多。对，没事吧，就这样吧，啊，就这样吧，没关系，真实一点吧。那美颜到 哪个人的脸上去了？美颜到哪个人的脸上去？搁你脸上的，老板。来吧，我们还有谁没唱的？刚刚再来一首吧，好不好？文静刚刚唱那个那一段唱的好好啊！哎呀，我的天哪！啊？什么？怎么一天都没听到你听说什么？戏腔嘛，那个戏腔。像藤蔓残梦，对。像藤蔓残梦。来一首，再来一首什么歌呢？家人们，啊，不唱。美颜在老板脸上是了吗？他们都没有吗？脸上有，到安妮脸上去了是吗？
你会唱吗？你小酒窝不唱这个，打嗝了。屯屯过分，怎么了？屯屯过分？星月神话会吗？他们都不会。星月神话你们怎么都不会？啊？我会。那我们来一起来一首《想你的时候问月亮》吧，好不好？都会唱完应该。来，《想你的时候问月亮》，一人唱一段，你会吗？他不会。男生不会。来。坐边上美美也，美美也美美也吧，就这样吧，好不好？我是颜值主播，怕啥呢？颜值主播啊！要不然不念不问，要不然就想念的时候问月亮。来，不念不问吧，唱一首好不好？这是我们自己的歌啊，一首不念不问，一人唱一段来，就话筒递着了啊，唱个好吧，来一首不念不问送给大家。感觉在蠕动，这世界有一些不该的守候，徘徊在每一个空空的港口，放下你我已不能不能往回走，但相思却已染红了深秋。这些年你无语的流流，打湿了每一个激情的午后，别留恋我曾无意的去留，这匆匆再不能够回头。今天你伤心离开，说分就分，我也会转身远去，不念不问，就当我们只是陌生人，只是偶然相思在这段旅程。如果你从此以后无怨无恨，我也能决心放手，不见不等。心疼命运总是捉弄人，终究还是逃不出滚滚红尘。我该说什么？好听吗？看着你无语的泪流，打湿了每一个寂静的午后，别留恋我曾无意的去留，这场错再也不能够回头。今天你伤心离开，说分就分，我也会转身远去，不念不问，就当我们只是陌生人，只是偶然相识在这段旅程。如果你从此以后无怨无恨，我也能真心放手，不见不等。
究还是逃不出滚滚红尘，终究还是逃不出滚滚红尘。好，谢谢谢谢，来咱们再把他们的关注度点一点好不好，就安妮还有这位男生还没有唱啊，来我们点点关注啊给他们都好不好，点关注的音乐来响起来。来我们的这位是我们的元老级别的一个舞蹈主播啊，安妮啊，看看安妮在榜几，榜八，安妮的关注点一点。好，还有我们的左边的咱们的思琪啊，现在也在自己在做户外在带团队啊，非常的辛苦啊，我们思琪的也是实力唱将在榜几啊，榜十七啊，思琪的关注点一点。还有来屯屯，来屯屯不说了吧，屯屯对先给他们点啊，来来茶叶妹在哪里，好久没来，茶叶妹来榜几。Hello, 我在榜十，家人们我在榜十，我也是每天下午四点钟一个人在户外唱跳，希望大家有喜欢听我唱歌的记得榜十点点关注，谢谢大家。好，点点茶叶妹的关注啊，还有文静，来我们的高音小天后文静。大家好，我叫文静，然后我是彩虹团一名唱高音的主播，大家喜欢听高音可以给我点个关注，谢谢，我在榜十八的位置。好，感觉还有啊，感觉了啊，来还有这位男生啊，刚刚加入咱们彩虹团的新人主播。大家好，我在榜23的木木羊，给大家一份关注，谢谢。哎呀，你在说啥呢？谢谢，你在说啥呢？我听不清你在说啥。我叫什么名字？我在榜几？来，再说一下。大家好，我叫木木羊，我在榜23的位置，大家点点关注，谢谢。榜23的木木羊啊，好不好？点点关注。还有我们的屯屯小公主来，在榜几？谢谢大家，我叫屯屯，我在榜二十一的屯屯点点关注，谢谢。好，谢谢，我们就先到这里吧，好不好？大家辛苦了，今天晚上，我再单独给你们聊会天吧，好不好？你们都先那个啥啊，好不好？来，单独跟家人们待一待，来，单独待一待，单独给你们待一待，来。不要了，来。好了，就说这样，这个唱一首，那个唱一首，不来了。有一个唱了，其他的全部就这个唱那个唱啊，就没完没了了。咱们喜欢他们，都可以去他们直播间听他们唱啊，好不好？我想来，让我待一会儿。还有四分钟下播了，没有啊？我跟你们再聊一会儿天，我真的其实想跟你们聊会儿天。昨天一个晚，昨天没播嘛。昨天没播，今天给大家聊聊天嘛。昨天我知道好多家人们在为我担心啊，是不是？不要这么嗨的歌好吗？来，就是为我担心，很多家人们就想着我，哎，唐毅是不是就是难过了？但是我也跟大家说，我没有那么脆弱。像我这么强大的内心，我会难过吗？家人们，我一笑而过，我跟你们说，难过不可能的，我跟你们说啊，你们不要想着我会很脆弱。我没有那么脆弱，我是一个什么钢铁侠？我是钢铁侠吗？我是啊，你们是不是为我担心呢，家人们啊？昨天是不是为我担心呢？我都不知道，我昨天就是发了一个这个停播的一个视频啊，然后就中午一起来，我说哎呀，这个视频怎么这么多点赞？我一看下面我就爆炸，哦天哪！评论区都爆炸了，真的啊！评论区怎么都爆炸了呢，家人们啊！但是我觉得，说实话，其实他们针对的不是我，说实话，他们针对的是主播啊，因为我呢，可能就是就我就比较怎么说呢，承担了一些啊主播们的那个啥啊，很多人对主播就是还是有很多成见的啊。就是老是说什么，哎呀，你关闭打赏功能呢、啊？啊，什么什么呀？但我就是想说一句啊，我就想说一句，就是，每个人，我觉得我自己，我没有必要关闭打赏功能，因为这是我的工作，而且我觉得这是我该得到的，我付出的工作，我就是应该得到回报啊，得到收入啊，这很正常啊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我也想说一句，如果真的有一天，
如果啊，你们也可以录屏，如果真的有一天抖音关闭打赏功能，我唐毅依然在这里为你们唱歌，这个我是对你们的承诺。如果有一天真的所有的打赏功能都关闭了，我还是会在直播间给你们唱歌，我就是跟你们的承诺，好不好？我不会说哎，关闭打赏功能啊，主播都要怎么怎么都不会直播了，我还是会唱，因为我就是觉得这是一种，这已经不是一个单纯的工作，真的这是一个大家的习惯了，也是我的一个习惯，我也改不了了，说句实话也对呀、啊、哪有人说你工作不没有收入的，是不是？我又没有逼你们刷，真的是啊。而且榜上的家人们也好，大哥大姐们也好，他们都是自愿的给我刷，我唱的歌我表现，就是你们去一个剧场也好，或者一个酒吧也好，或者看别人唱歌，你觉得唱得好，你跟他多打赏小费啊，这个很正常啊，是不是？对不对？对啊，那是对我们的认可，他们愿意给我们打赏，所以也不希望大家对主播这个职业不要太有这种歧视，或者觉得我们就是都是在套路啊什么的啊。其实大部分的主播还是靠自己的这个努力来得到回报的啊，是不是？抖音关闭了我还是会直播的啊，我还是会在直播间给你们唱歌的，好不好啊？对呀、啊，而且我们直播没有费用嘛，是不是？我们直播有那么多团队的人，一大帮团队的人，还有设备啊什么。那、no! 这个伴奏不好，你这个背景音乐难听，这好吵啊，感觉啊。猴哥出来录个镜，不给他录。觉得我说对不对吗，家人们？啊、嗯，音乐再小一点声，对呀、啊，谢谢大家支持，也感谢大家对我的维护，你们都帮我出那么多视频，我晚上看到其实我真的很感动，每次就有人在我的评论区攻击我的时候，大家都是特别心疼我，但是我放心，我没有那么脆弱，你们不要太担心我，好不好？打我自己。谢谢华子哥，谢谢华子哥。我们来唱一首歌，来一首安静的歌。你知道我在等你啊，不是秋天的风。你知道我在等你吗？你知道你在等等等。看有没有这首歌？你知道我在等你吗？有没有这首歌？喜欢听我聊天是不是？起来面对，再勇敢去闯啊！你知道我在等你吗？你如果真的在乎我，来，我来给你们唱一首抒情的歌，好不好？唱一首老歌好不好？打赏让多少家